这部电影已经从银幕上消失了80年，沉睡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库房里，享受恒温恒湿的文物级珍藏待遇。为了保护易碎的胶片，从库房取出后，拷贝还得在常温下苏醒2天才能放映。这是一部无声片，沉默的影像记录了中华民族的一次血腥嘶吼。只要用心观看，就会从人物表情和动作里听到那个时代的声音。蔡廷锴，19路军军长，出生于广东罗定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骁勇善战，性情刚烈，曾经是北伐军的猛将。在中原大战中，他因击败阎锡山军队而获蒋介石提升。此时他布满笑容的脸上似乎还看不到战争的阴霾，然而战争一触即发。拍摄这部影片的是联华影业公司第一分厂，时任厂长黎民伟是中国电影先驱者。1929年，他与罗明佑合作成立联华影业公司，倡导复兴国片。1932年1月28日，一向关心时事的黎民伟到闸北一带打探消息，得知上海市长吴铁城已答应日本道歉撤军的请求，以为战争不会爆发，便返厂继续拍摄电影《人道》。然而在深夜寒冷安静的上海被一阵枪声惊醒，日军偷袭开始。蔡廷锴当即指示还击，事实上他早有准备，抱定血战到底的决心。我主部就对着他的士兵讲，我们就是以上海为坟墓，你穿着军装就等于准备去死，但你死呢就是为国家死，死也是光荣。黎民伟是中国纪录电影奠基人，擅长用镜头捕捉时代风云，参与历史进程。枪声一响，他迅速做出反应。他在日记中写道，据了夜后子时微闻枪声，始知中日两军发生冲突，我们连日集议，由各厂连队分到战区，摄取战事实情。拍摄与战争相同步，黎民伟带领联华摄影师李乐三、黄少芬、罗敬浩等人立即赶往闸北真如战场。透过电影可以看到，日本飞机将闸北炸成一片废墟，包括当时中国著名文化机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30多年搜集所得的50多万册珍贵图书化为灰烬，早期拍摄的纪录片也被全部炸毁，包括戏曲大师梅兰芳1920年出演的《春香闹雪》和《天女散花》。炮打日军飞机是电影里的精彩段落，从日本飞机空袭到我军士兵高炮射击，摄影师不停地挪动机位，从高处俯拍、地上平视到卧地仰拍，全景交代地理位置，近景描绘炮兵动作，
这种细腻完整的细节刻画，在此前的战地纪录片里绝无仅有。摄影机准确捕捉了从飞机被击中到坠落水里的全过程，显示了高超的摄影功力。关于128事变留存下来的影像远不止一部十九路军抗日战史。上海音像资料馆研究员张景月从事这方面资料的搜集已经有18年。Japan's naval bases are nearer to the China mainland than those of any other nation. In less than 2 days, her war and troop ships can land men and guns wherever she pleases. 我们是1994年就开始有目的的收集，经过这个18年的采集，有关128的资料，我们才丰富起来。那么总的来讲，我们三个方面现在都有了，也就是敌我友。1932年的上海，租界连接着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利益。枪声一响，各国媒体蜂拥而至，而电影是那个时代最为先进的大众媒介。于是，128事变成为一场电影录播的战争。So they move forward cautiously, never knowing when some messenger of death may come crashing down from the sky. 这是美国赫斯特新闻社拍摄的新闻影像，他们已经采用录音机实地录取声音，就是同期录音。哦，我们看了以后感到非常震惊。枪炮声啊，喊杀声啊，真的是如临其境。所以我们说128淞沪抗战是第一次，不但是用那活动画面把它记录下来了，而且你还可以听到当时的战场上面的通缉声。美国影像看起来恪守客观立场，记录英美两国为了和平所采取的行动，其实他用电影塑造了英美的正义形象。英国军舰立即从香港开往上海，美国军舰从马尼拉向上海移动。在公共租界的南京路，美国海军陆战队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然而，英美的震慑并未阻止日军的进攻。日本纪录片《爆弹下的上海》展示了日本的军国主义肌肉。海军陆战队的飞机、舰艇和装甲车一起向十九路军疯狂攻击。开战之初，日军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岩泽信一曾跨下海口，4个小时内攻下闸北。然而激战2天后，他就不得不向东京求援。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留给外国人的印象都是不堪一击，落荒而逃。然而这一次，日本人遇到了一支有信念、不怕死的铁军。十九路军从上到下，从江光的差令啊，一直到普通士兵，一股抗日热情非常夸张。因为十九路军的历史上20年代初诞生的，在八国战争是哈有名的，立下辉煌战功的一支部队，是受过革命的洗礼的。在闸北青云路，十九路军连续3次突破日军防线。画面上，士兵突然中弹而死，真实影像的现场感令人震撼。
受伤的陈营长在简单包扎之后，不顾士兵们的劝阻，再次冲上前线。然而，刚刚在镜头前包扎伤口时，还面带微笑的陈营长当场阵亡。根据阵亡名单，我们找到了他的名字：陈正伦，第60师119旅1团1营营长，当时他镇守青云路。这一段精确生动的戏剧化细节是纪录片中罕见的精彩场面，从概括式的宏大叙事到细节描述，电影的视觉冲击与叙事能力堪与故事片相比。1926年黎民伟拍摄的北伐战争大多是全景画面，没有戏剧化故事，更没有人物细节，近景只留给孙中山、蒋介石这样的大人物。十九路军抗日战史也记录了这场战争的英雄蔡廷锴军长，他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到达最前线看见敌兵做预备防姿势，我勇敢的士兵也如是，距离敌守兵仅40-50米远。日本开枪向他扫射，他那个左边的口袋啊都打穿了，一次就到淞沪炮台，炮弹就在他汽车前后爆炸嘛，有一颗炸弹离他2米没炸成。这些轻松的歌舞场面多少让人有些意外，十九路军将士在战斗的间歇纵情欢乐，笑对生死，释放着人性的光辉。死亡随时都可能降临，尽管他们如此热爱生活。128战役中日双方激战的现场，如今已经车水马龙。上海音像资料馆研究员张景岳被称作是上海老影像的活地图。这里呢就是八字桥，可以说这个八字桥呢它的位置呢非常特殊非常重要，因为它的东面的话呢就是日军控制的虹口地区，西面的话呢就是中国军队控制的闸北地区。那么日军呢如果要从虹口打到闸北，这里是必经的一个咽喉之地。在李明伟拍摄的那个影像里面看到八字桥已经打成了一片废墟。这一段落故事完整，极为丰富，引发了人们的争议。日本士兵直扑镜头，如此近距离的拍摄让人不免为摄影师的安全担忧，担忧之余也发生疑惑，这是真实记录还是情景再现？接下来中国军队反攻的两个镜头里，阵亡和受伤士兵的动作如出一辙，很明显这一场景至少使用了双机拍摄。从黎民伟和连华摄影师留下的资料中无法判断这组镜头究竟是怎样完成的。但明星公司对同一场景的拍摄却是扮演的。上海之战导演程步高回忆说，他们将八字桥之战搬到昆山拍摄，挖战壕、筑堡垒，敌我双方都有中国军人扮演。明星公司老板张世川亲自上阵，4台摄影机同时开动，像故事片一样按照分镜头拍摄。
当黎民伟拍摄十九路军抗日战士之际，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斯正在苏联西伯利亚拍摄《英雄之歌》。为了拍摄效果，他组织了突击队夜里加班的场景。黎民伟率领的是一个故事片团队，擅长戏剧化拍摄方法，八字桥战斗场景可能是扮演的。我觉得是复拍的，是扮演的。弗拉哈迪那个是用故事片的方法来拍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十九路军呢，他还是记录事件的方法来复拍。我个人是同意这种方法。1930年代，为了提升纪录片的戏剧效果，在不损害真实的原则下，扮演成为一种有效方法。英国纪录片运动的经典《夜游》就是在工厂车间里完成了火车上分拣信件、投递邮包的场景。除了背带斗笠的十九路军，在128战场上还活跃着另外一支军队，张治中将军率领的中央军第五军。正好我们在那个影像里面就听到了，有的军官在指挥的时候完全是用的广东话在指挥，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一个军士站在那里高声大喊全体出击。那么这个毫无疑问应该是第五军。在上海郊区庙行，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联合作战，歼灭日军尖锐部队3000多人，史称庙行大捷。然而局部胜利依然无法挽救整个战局。Hello, everybody. This is Clay Gibbons speaking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Shanghai, the ruins of the city of Shapei, the Chinese city on the north side of the bord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cession. This was the last stand, the last barricade of the Chinese forces of the 19th Roof Army that opposed the advance of the Japanese Marines through these ruins.2月23日，日本政府决定增派2个师团参战。6天后，日军在常熟附近的浏河口登陆，十九路军后路被包抄，不得不退至嘉定、太仓第2防线。The Japanese advance into native Shanghai for a month. The soldiers of the heroic Chinese 19th Third Army.Are retiring to the 12.5-mile zone beyond the borders of the city, while the main body of General Ting Kai's army leaves the fighting zone in an endless stream, screaming Japanese shells blast the remnant that was once Shapei. 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向后宣布停战。4月29日，日军在虹口公园举办中日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就在日本人高唱国歌军之代的时候，19岁的朝鲜志士尹凤吉把2颗炸弹扔上主席台。来自俄国塔斯社的记者拍摄下了爆炸后的混乱局面。爆炸中，3任青虎日军首领一死两伤，日本驻沪领事重光葵也被炸残。在英美等国斡旋下，5月5日，中日代表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淞沪战事结束后，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剿共。1933年11月，陈明书、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反蒋抗日。然而，在蒋介石优势兵力围攻下，十九路军迅速失败，番号被取消，部队被收编，而蔡廷锴逃往海外。十九路军抗日战士为中国电影创造了战争纪录片的典范，强烈的现场感、戏剧化细节与卓越的叙事魅力吸引了观众，而浓烈的民族情感驱使南洋华侨专程前来购买拷贝。无奈迫于日本压力，影片很快从上海市区转到城外偏僻的影院放映。拍摄十九路军抗日战士的联华公司在此后的几年里制作了三个摩登女性、神女、余光曲等经典影片。1928淞沪战争停战六天后，傀儡皇帝溥仪在长春就任满洲国元首，而上海重新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上流社会继续唱歌跳舞，享受东亚第一都市的时尚生活。一部电影让85岁的老人亲眼目睹自己的童年，战火中的孤儿流浪在死亡边缘。一部电影连接两段爱情往事，《长城谣》的作者用镜头记录下一群孤儿的心声。第二代，中国第一部儿童纪录电影。